我是真猫，我呢跟老父亲其实一直都是学画画出身的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挑战一下画猫咪的贺卡，各位云爹妈来看到底我们谁画的好。那我已经赢了吗？哎呦，骄傲呀，这是你练习的。你还偷偷练习了？我现在的表情就和这个猪皮一样精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开始挑选模特，模特分，模特分。你着了，当你的模特儿只有输一条路。你那有小鱼干，有好吃的，猪猪好吃的，猪猪考虑一下嘛。你不要听中分的，哎呀，真的是。You are thinking too much. OK， 不要动啊，飞哥。不要乱动哦。飞哥说：“搞快点儿。”看一下，哇，还可以嘛。分哥的胸肌我怎么老画不好呢？哎，可以，这一笔可以。分哥相信妈妈的技术。相信。我觉得很完美，哇，可以上色了。过来看看妈妈给你画的什么做。帅吧，帅，帅，帅分。上色，上色，妈妈上个颜色。分哥现在忧心忡忡。相信分哥，创建一个 3D 的效果。气球，气球。你说这个？嗯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嗯，不错，很不错。如果不要声音试一试呢？人家还是……哎，不错，不错，可以巅峰之作。我觉得你无法超越我。猪猪那个姿势，你就画猪猪吧。这个是我们老父亲的绘画对象，就是这只猪。干扰，然后就干扰你。妈妈在画的时候，她就不干扰我；你在画的时候，她就会来干扰你，来帮我帮助你一下。接走，接走。怎么存在感那么强呢你？我不想摸你。嗯，肚肚。该梳毛了，马上梳下毛好不好？哎呀，好可爱呀！我的妈呀，怎么有这么可爱的小猫咪呀？哎，哎，猪，不能动！哎，不能动！我看选画得太久了，起个草稿都起半天，完了，走了。哦吼，哦吼，凉拌就换了一个姿势。哎呦，这两个好配啊，这样搭着，像黄油和甜甜圈。刚刚在相机素材里面的照片，然后照着这个照片画。不哎呀，哎呀，意境，意境出来了。哎呀，赶紧保存，赶紧保存。来吧，展示一下你的。接下来是老父亲的作品《雨中的猪皮》。哎呀，我已经赢了。那么三花村的第一次绘画比赛就此结束了，再见再见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